阿波，你覺唔覺得有時真係好好荒謬啊？一個 ATV 冇心喺度做嘅，就我哋喺度百般嘅要維護佢；一個有心想做嘅，係千般嘅阻攔。即係就一個常理，一個常人嚟講咧，會唔會覺得真係好荒謬啊？我哋你可以咁講，但係同時我可以提一提大家咧，就係、是、正如我當年咧曾經好有心咁咧改革法律界咧。但是如果你的做法可能是有争议性，甚至可能破坏到某些人的利益，甚至可能是对于当权者有些意见有矛盾的话，你是会受到百般阻挠甚至迫害的。这个是绝对现实世界里面会发生的。你都觉得是迫害啊？